这一集 Dan 和叔叔带你们到北海道的美瑛、富良野和新野。在影片还没开始前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我们第一站来到了美瑛，这也是网红打卡点主要的拍摄景点。这里有孤独的圣诞树、七星树等等。但是因为今天一整天都在打风下雨，人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只有拍了几张留念。这边有虾鱼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，这一间 C 餐厅，还有旁边这边就是一个做面包的，很美丽。这里附设餐厅与咖啡厅，主要贩售西点与面包。这也是一家伴手礼的好去处，里面的甜点拥有多种的口味可供选择，种类相当多样。这里还有许多可爱精致的甜点，主要是运用当地自然食材制作的。手礼后还可以在餐厅里用餐，你可以在舒适的餐厅内环境放松身心，优先享受健康美味的料理及特制的点心。这是我们来到美瑛的另外一个景点，这边可以吃一点点东西，这边叫做 Between the Break。我们的 burger 来了，我们吃这个 between the break 这个 burger， 还有一杯水跟曲瓶。看到这美美的地方，外面下着很大雨，下雨跟下雪。这个 burger 好吃，差不多1500元。吃本哥，我吃菜吧。太阳出来了。去了那个休息站，吃完午餐过后，我们就来到了这间。去农场。很农场，很特别的。这间店的 Cheese Japan Cheese Award 2022年拿到奖杯的。奖状，这个低温杀菌的美瑛牛奶，牛奶对，还有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是他们的起司，这个 ice cream， OK， 两种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让我买这个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哇，它的牛奶味道很，应该牛奶味道。重头戏来了，这个是在美瑛的，这个牛奶是在美瑛出产的。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味道。真的不一样味道。现在来到了这个 cheese 的工厂，这在富良野一个 cheese 的工厂。
这个是制造机的工厂来的。制造室。这里含有多种起司口味，任你试吃。除了 cheese 以外，也有多种使用本牧场的牛奶特制的冰淇淋口味。来，小妹妹，这是一个一头牛，它是要给你体验这个挤牛奶的。你要去，换钱，然后还会给你一个 coin，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挤这个牛奶，就给你挤1分钟30秒。一分钟三十秒，放100元。挤挤挤，挤挤挤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罢了。OK， 我们要去拍照，这边拍照完美。拍完了美银的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富良野，喝这个低温杀菌的这个牛奶。这个好喝。这个它的甜味哦是很纯的，然后还没有，它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啦，宽的味道。美英的就比较有那个，它没有甜味，可是这个甜味就哇，这个又不一样味道啊。买了一个400块的400日圆的 ice cream， 很可爱的，这个好吃吗？爱就要倒了，不是来了，是吗？不要弄倒啊！我们到了我们今晚入住的酒店，叫做 Naturlux Hotel， 这个在富良野富兰诺的。这边有，对，这边有这种用品，你们可以自己拿。牙刷，我要梳子。那个是什么 ？Body Tower。Body Tower， 很久打我的。OK， 又是我们开箱的时间了吧？我们今天的那一个号码是415，看，很可爱哦，一个石头的。好，一进去，这个就是它的冰橱，小小个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挂衣服的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个洗手盆。看一看它的这个厕所啊，这个厕所果然有 bathtub， 然后还可以看到外面的床，开灯啊 ，OK。然后这只走呢，它就是一个queen size， 和差不多昨天一样，然后就有这一个小沙发、电视机。然后这些一个小小的咖啡厅那样子啦，有煮汤煮水的这些地方。OK， 这里是一个精灵小露台 ，Inver Terrace， 这边是一个很梦幻的地方。12:08:09，在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其实它去到这边。它是有很多这种小间小间的屋子，而且这些屋子里面都有不同的，它是卖东西的，对，卖东西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这个 curry house， 它就是在一条
小路的旁边，它叫 Karikop Mura Soya。 这家主要是品尝北海道的特色 Curry 汤饭，可以选择炸猪排、天妇罗、蔬菜等等。对，开餐咯。还有我们再来两碟不同的，这个是那个猪肉片，猪肉片的呢是五号辣的，这一个呢是猪肉碎，而这个是三号辣的。然后它的饭呢，你可以选100克、200克、300克，或者是400、500都可以。所以500以上的就要加钱。100、200、300的不用加钱 ，standard 的是200，我们是200 standard。这是鸭子来的。啊！你看鸡没？鸭子很容易弄。The next day， 今天我买那个 taste 粉的，昨天在那边吃的时候是很硬的，其实它的 texture 是软软的。你看到吗？这层白白的流出来了，非常好吃，今天留给手手吃。还有这个牛奶，非常好喝的牛奶，这个富良野的牛奶。看一下这飘雪，你看，啊，很大雪。你看到飘雪吗？哇，这个，哇，你看你的头发白了完了。有看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Blue Pond 这边，蓝色的湖，水如画色。Zero Gane Blue Pond， 哇，有一辆巴士来。你看这个，这个 Blue Pond， 你看到 Blue Pond 吗？我也没有看到 Blue Pond， 我看到 White Pond。哎，这个本来那个白白的结冰的部分呢，其实是蓝色的，对，因为它现在结冰了，变成白色。我们来了第二个景点 Waterfall， 这个一个瀑布来的，是那个火山8号时候 create 了一个瀑布。哇，很美丽，它的水是蓝色的，蓝绿色，所以它的 blue pond 的 color 应该是这样 color 的，对，它流下去的。好啦，继续往我们的行程去，我们出发到这个新野多玛木度假村，一路去还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水坝，很壮观啊。嘿，这边就是分开很多啦，就是我们买那个缆车票可以上去那个上山看那个风景的。广多拉是2200一个人，那个 lift tickets 就是滑雪的，就是要4300。所以我们来这边是没有滑雪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坐那个广多拉上山。还有这个卖票的对面这边有那个租那个 ski 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滑雪场的，你可以租那些滑雪板的那个棍。有双小车的，现在这个缆车暂时没有走，因为它上面的天气
还有点不好，所以还没有走这缆车，先安全回游。So, 等一下看看会不会开，因为现在好像上面乌云密布这样，那边没有开了，等一下。我们在等这个缆车开回的时候，在这边吃着我们的午餐。这个缆车是上早上那个开到三点，过四点半再开回，四点半是晚上的那轮。吃着我们的猪肉的那个 Japanese rice 午餐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我们今晚入住的酒店。你看，看到我后面吗？哦，全部都是那个一粒一粒的，这就是 Clambing 的酒店。你看，这是周围。外面还在飘雪。很冷，我们今天住的就是这一间。好，我现在去看一看。哇，很冷啊。Mr. Blue Sky， 我们的 room number 是 7。哇，虽然是外面看起来很冷哦，可是里面很舒服哦。你也是订到四姐四个 standard 的哈，看，它就是一个很简陋的。你们会问我厕所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厕所我们要去到我们那个 lobby， 它那边刚才有一个有一个 lobby 给我们 check in 的，我们在那一边上厕所。这个呢，就是一进来它就有冰厨，在冰厨里面准备的食物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用的晚餐。哇，它还有给两罐 yogurt， 哦，还有 mayonnaise 这些的，这些你看面包啊，那些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就是温气这个。然后这边有四张床，一个小桌子给你做东西，然后这一边就是给你煮东西吃的，还有一个小客厅给你望着外面看这雪景。哇，很不错哦。也不会很冷啦。我们还担心今天晚上，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山的下面哦，会特别的冷，所以还可以。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试来看，因为那个土马木里面的那些酒店都比较贵。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一个也比较方便，在这边住一天。OK， 就这样子开箱完毕，拜。我们现在要去冲凉，冲凉呢是在那个房间里面是没有那个洗手间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来到它的这个 lobby 那一边，这就是它的 lobby。厕所它是 public toilet 的，冲凉、上厕所、洗手盆。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晚。今天的晚餐有 YUB， 还有猪肉。哇，你看它的肉都很多。哇，很牛，它的肉。
这是晚餐的料啊。cheese fondue 的，对，有 cheese fondue， 还有那个昆布汤，哦，烧不烧不的，哇，很大碟肉哎。OK。北海道自煮的晚餐 ，OK， 这个是 cheese fondue， 我把那个有那蔬菜啊，全部把它倒下去，这就是蔬菜，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来 shabu shabu， 滚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动，你看它的肉真的是很多，然后这个菜。哦，我迫不及待想吃，因为现在外面真的是很冷很冷，这些都是它的酱料。好吃吗？你吃什么猪肉的？应该啊，不放。应该。对了，我们享受我们的晚餐呢、啊。我们的饭很难有点酸啊。对啊。酸你啊。不够水啊。是。因为，再把它放进那个汤。嗯，好，放汤。可以放汤。放汤，放汤。The next day， 那座山依然是把正在暴雪中，所以我们决定远上那个山了。我们下次就会去札幌那边。他在卖哦，卖须。想煮早餐，其实这边很不错，很冷，晚上会不会太冷了、啊？但是盖被单过后就很舒服了。只是唯一不方便的东西就是厕所的问题，就厕所是要从这边要车经过这条路上去那边转过去，在那个 building 后面的这个墙的后面才能上到厕所。其余的都很不错、啊、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来的。哇 ，cheese， 虾跟那个 bacon， 哇嗨哟！今天我们本来要去这个斗马木这一个雪景看那个云海的，可是因为暴风雪，所以。它是 temporary suspensions， 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要直接去到那个 Sapporo 那一边。